不是叫拍马刀我黑中天今天我没看你黑中天。所以你这个歌名应该就是叫做应该就是把豆天因为要走一个我知道讲我主持金曲奖很紧张然后呢就是我因为我就是一个有肠躁症的人嘛很紧张的话就会去闹塞干嘛的所以要写一个这样子的心情的心脏但是曲我想要轻松一点曲好轻松一点就是那种听到有一种振奋人心振奋人心海边赤脚或是泡咖啡法国左岸法国左岸然后最好有点手风琴哎、欸，哇！来啊！如果这样子会很棒，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我来写词。你写词？对，而且我想唱台语的。好，那我就写曲了。好，不然我也不知道干嘛。啊，对对对，我写词，我写曲，然后你就帮我泡咖啡好不好？来，帮你录音。没有啦。好，那我们先继续前进。好，就先往这个方向，往这个方向。好 ，OK。那我们就15天后再约一次开会。哦，没有，我们再等一下2天后再约，再约一次。两天后，我们词应该就写好了。好，2天后。好，2天后。OK。哎，我词写好了。哎，就是这个吗？不知道。哦。哎，写好了。进步蛮顺利。我讲的进度很顺利，接好了，真的是一个很容易心想事成的人，对，执行力也很强。你也这样，你看副歌啊、主歌啊，然后你也帮我修了一些的嘛，对不对？好像可以想象那个曲大概是什么样子。还是不然，你等一下看一看的歌词，可以哼出一些曲吗？好，我试试看。八豆田嘛，他这三个字本身就会很，好像他所以要听起来应该是啊，八豆田啊，对不对？很 make sense， 就是很一种潜意识的作曲。不然我们试着一起哼唱，看会不会哼出一样的旋律？对，是，对，是不是对作曲有同一种默契？好，预备开始。啊，八豆田，你是吃派八豆的那种田。你就到要叫伊的迄种听，听到我找妈妈，哇，就这样子，一拍即合。对，这个曲就这样发展下去。那我们想几天后再约一次见面，应该曲就会写好。好，我们两天后就来录音。又两天后，两天后这么执行力，好，那就这样录音。好，两天后见。两天后了，那么晚上了。你怎么没有换衣服、啊？这个咪都好大，你是天敌呀！不会打开门，外面就是录音室了吧？不知道不然我们试试看，我们试试看。对啊，反正今天刚好录音嘛。对啊。那看看这边刚好是不是有浴室啊？左看右看，如果刚好的，就给他走进去。对，这边是正大正上面的。刚好公司有一个类似录音室的地方。刚好有录音室哎。我们等一下好待在这边对着好通常就是对着有麦克风的地方唱好那我们等一下再约大概两个小时后你先我暖身一下哦好 OK 两个小时后见朋友叫我出去有元气元气的感觉元气的感觉朋友叫我出去，我拢无心情。不错哦，现在唱几个？三个。好，再唱两个。好。那到我一种痛，紧张到要跳起的一种痛，怕那痛苦。耶，杀青了！耶、yeah!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感恩，合作愉快。可以跟这么好的歌手，真的是很幸运的事情啊！这次也都很顺利啊，不管是这个会前的讨论，然后到中间你的写词，我们作曲、编曲，
都很顺利，速度很快。哎、欸，你还是没有换衣服哎、欸，也是吧？我们喜欢从一而终，对对对。而且要跟大家说的是呢，这是广仲第一次为别人制作歌曲以及量身定做。对对对，第一次就是我。我也想要一个帅的感觉，就是哇啦，很愉快啊，对，嗯，很期待大家听到这个歌，这个歌，对，蛮正能量的，真的，我觉得 有一种很单纯的快乐的感觉。而且他刚说他觉得他在修我的那个，就是他制作的时候觉得我的声音，你觉得怎么样？萌萌的，萌萌的，萌萌的，哎、欸，感觉自己萌萌的，我就是萌萌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录音的这个时候是金曲奖前倒数17天，对，所以刚好唱起来会特别有感觉，对。对，可是我们发行这首歌的时候，可能是金曲奖结束之后，那也不知道金曲奖会是主持的好或是不好，所以也不一定。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一个真的是很紧张。所以万一主持的很好，这首歌出来就会加点吐槽。对啊，如果主持的不尽人意，这首歌出来就是哎也不错，也不错，就是说你看我这人紧张啊，这样不管怎么样，这首歌都是好的。对啊，都会。主持也会很好 ，OK 啦。对，谢谢谢，不要紧张哦，哈。对，不要紧张。谢谢，合作愉快哦，哈。好，那下次再约喽。好，约什么约？拜拜。